好，谢谢大家。你们给我两个月时间，我会让亚洲人知道，台湾的车很快，台湾汽车工业很强，好不好？台湾人不会惊啊！以后我都见不到路了、哦、我是提倡不飙车的人、哦、希望大家能够听听我的话、哦、不要来这里试车，不要来这里试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好，谢谢大家，我跟你讲都秒速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碰到有点逆风、哦、所以后面也做不出来，给我两个月的时间，我破两周记录给你们看好不好，好，再见。
过南山区不容易，我要感谢所有相关的单位愿意把这条路给借给我。会担心说今天没有跑的话？会啊，一定会啊，因为我这次的这个行为发起了两个目的嘛，第一个让他们知道我们跑很快车，第二我发现今天最快的其实跑8:72，这样热情没有破了亚洲纪录哦。你们给我两个月时间，我会让亚洲人知道台湾车很快，台湾汽车工业很强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台湾人不会惊啊！台湾人不会惊啊！台湾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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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加油！